等一下 ，OK， 没关系啊。那几点我没有看营业时间。我们看到这个消灭猪毛汉奸，哦，这个对呢，不？不？消灭猪毛汉奸。原本是想要来吃那个甜点的，结果看到这个消灭猪毛汉奸，然后也知道切一在这边了、啊、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休息中。等一下，我大家去看那个防空洞的不？哎，防空洞，刚有个防空洞嘞，在这边啊，走，我们去往回路回走回去，在那个金沙卖场的后面啊，我们看看这边，不，这叫熬葡萄哦，熬葡萄啦。我们刚刚看到防空洞哎，我们就出来吃东西呀、啊，拍一些那个，然后不用走大马路，就从那边小路进来。我看着防空洞哎。防空洞，这边拍一下防空洞。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从这边上去看看好不好？啊，不要走这边啦、啊，走那边那没什么好意思。我们要看一下观光这边，看一下以前的那个防空洞。这边阿婆道都是老房子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保留开袂歹吼，不？你快看麦，这防空洞，较早时代防空洞伫遮。这边想要认识金门一些那个较早迄战地的迄种氛围吼，还在看，就还够有诶，有看到不？哎、欸，边啊那边还有只狗，里面都跟上那边。哎、欸，你看嘛，伊这吼头前个龙仔应该就是惊迄炮弹呐、啊。有那射哎，刚、欸、有那个枪直接放那边射的。对啦，你看到哎、欸，你看到。不是啊，这是枪啊，机枪在这个枪在那个射口。对啊。在那边，有没有到？他刚好就是前面这个，然后不。等一下回过来。狗嘿。走吧。这边啊，我们从这边上去的，你要从那边走。他那狗那躲那里。这红龙已经很稀有，他在哎不不，他在我们水养个提水烟枪起来来对。嘣，不，嘣落真大声。对，就丢进去几遍，那个耳朵会很，那个回音很大声的。可是现在防空洞都几乎拆的差不多了哈，现在还有看到这种防空洞，很少。你看前面还有一个类似。走过来了，你在那干嘛？类似一个挡着哈，挡着炮弹会直接这样子，然后一个射口，你看这很稀有了。那个是要那个。走，我们从这边上去比较快啦，去买吃的。这边啊，这边上去直接楼梯走不一样的路啊。说不要那个，要这边。不会啊，这个是直接上去啊。这边凹啊！啊，走，这边，这边逛逛村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绕这么大圈？啊，就对啊，上去就一下到了，就原来不要讲那个大便了、啊，这是什么大便？不是啊。哦，这是、啊、这是种啊。哎，对，这是那个什么桑葚啊，哪边？有哈利耶，哈利耶，有够诶！有吗？有冲出来吗？欸、小心有够，有高塞。下次啦，有啊，那一间来是无迄种。是哦，这有够哦。欸，这边刷币有黑，就差这样子而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你看哦，就上去就差好多哈、哦。OK 了，这边要下去，那边很快，一下子你看，我们去买炒饭来吃。这条这条是五福街，啊？什么街？五福街。哦，五福街，这叫五福街，这条。五路街结果乱的阶梯落个是好葡萄啊啦，差一个，哎呀，就是交界就是一条线而已的，那边还有防空洞呢吼，今麦阮后人防空洞给拆了了啊，像以前那丢水一样多好玩啊，把那个鞭炮放大的效果赞 ，OK 好了，影片结束了，拜拜再见 ，OK 完拜再见。Okay,